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这是我们录音室的小猫，然后它叫做什么名字？你叫做什么名字？还是我的名字？它叫爱豆。他叫爱豆，老师经常说爱豆在哪，然后我就会回头，其实在叫他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怎么这么可爱？爱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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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它多好看，它其实就是很小一只。他眼睛好好看、啊、你看他还会后滚翻。